我终于就是在一个节目里面进到决赛了，然后没体验过，没想到这么累，然后反正心情就是挺好的，然后我就会抱着我最大的就是努力和什么的冲呗，就是一个比较妖媚，然后剩下的舞台就是像是我自己的原创，然后这个原创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原创算是我对我之前的一个作品的一个 respect， 所以说凑合听吧，就是感谢我的创始人，就是一直能陪伴着我，然后一步见证了我的成长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到第七，然后就是我的创始人们，就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那个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看我你就开心就好，然后我自己其实回应啥的都 OK， 反正就是给你们带来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某人给我上来，某人上岛，马泽啊，然后小熊啊，他们能不能来我不知道，然后老胡，然后永强，然后哎呀我不能一个个说了，水果星球乐团、气运联盟乐团，还有午睡留声机乐团，还有银河系仅剩的两个人，希望都能过来，过来就是当个嘉宾啥的，对不对？首先我要去那个免税店，去完免税店好好搁家睡一觉，抽空还要去就是和黑眼圈乐队一起去潘家园去买核桃，我还要天天吃垃圾食品，边吃垃圾食品边喝着补就是那种补品，舍不得张腾走啊。